对不对？只有关系。好，那么亲爱的，就换你了。那就后面那两位女性了。真的，今天来的几乎都是一对儿、一对儿、一对儿、一对儿的，不管是不是男女朋友或者是夫妻，就你们两个也是一对儿。哎呦，对，我是支持多元成家的。来，你们有没有关于你们自己之间的笑话？